沿着 PIE 边上走走，这点小路走过去，就有一个被废弃的中学。是个什么树？棕榈吗？棕榈树吗？这边的确很多人跑步，玉朗这边好多人跑步的。有只很大的龟，这只龟有点年头了。趴这不动了，这只龟。龟是养生，没什么鱼啊，这个小沟沟的，就叫龟是养生，趴着不动。真的，这代的人超级爱跑步，到处跑步的，到处是跑步的。玉朗一代的人真爱跑步的。如果去玉朗湖公园的话，就更多了，超级多人在喝椰子水。据说打完疫苗后喝这玩意儿好，每天喝好几个。这跟那个椰树牌有的一拼，为什么？哎，天哪！